嗨，大家好，我是可乐。Hello， 我是艾德。今天是几月几号？今天是31号了。所以明天就是2020年。2019年要结束了，总觉得好像没做什么，然后每年就这样，一年年就过，又结束了。可是其实2019年还发生蛮多事情的耶。2019做什么事？搬家啦。对哈，对，搬到现在这边。对，我们现在在宜兰，对，一直想要找机会跟大家聊聊宜兰，然后也蛮想拍我们这边的生活，但好像一直没有执行哈，觉得搬来宜兰，觉得很棒哎。是啊，好像回不去了。我觉得比想象中快，就是习惯了。但你现在没有开车，对，没有开车都要坐客运进出台北，还行啦、啊，还行啦、啊。因为有时候在台北塞个车也是40-50分钟，那从这边去台北也是40分钟。我们是这样觉得啊，我们是觉得离开城市，摆脱城市的枷锁，就总觉得人好像被城市的东西 stuck 住了。我们自己是发现啊，我们好像在城市里面并没有特别多的欲望，就是在城市也没有特地说一定有时间的时候一定会去哪里逛或者去哪里，就对我们来说住在城市跟住在乡下好像没有什么不同。那对我来说工作，我接案子拍片也就是进进出出台北，进进出出开会了。那其实我在台北的经验，从台北东区到西区好了，有时候塞个车30-40分钟，但我们其实从宜兰开到台北也是40-50分钟，不会差太多的时间的。换取来的就是生活了。应该是说现在这个 moment 刚好是适合我们的想要的东西，可能是这样子。所以就是刚好我们的心态也到了，然后时间也到了，所以就选在这个时间点搬来宜兰。可能刚好一个 chance 一个 timing， 所以今年就发生了这件事情了。啊，这支影片应该算是一支感谢的影片。哎呀，过年了，今年也结束了。那我们其实一直非常感谢这个频道给我们支持的朋友，就是有来留言啊、按赞啊，或是关心或是关注我们的朋友，跟我们有一些互动的朋友都发生蛮多，遇到蛮多人的。说实在，甚至在路上还被。就是有关注我们的遇到，好像比我们想象中的对，就网络的力量其实蛮厉害的，但就也蛮感谢的啦，就大家对我们是有兴趣的，就喜欢看我们的东西这样子。我们来看一下今年做了些什么事。我不记得，所以我要用手机画。我觉得做这个频道有趣的事情是，我们每一支影片都在每一个不同的时段做了一些影片。我们再回头看影片的时候，你就会很知道啊，我今年在这个时候做了这些事情，那在做这支影片的那个 timing 又发生了哪些事情。所以对我们来说它也是一个生活记忆，生活记录咯，对吧？从今年2019年开始，我们是在雪季度过的。2019年1月我们就在白马了。对，所以1月中开始，对，在白马我们就真的发生了很多事情，那也出了很多影片嘛。我们到三月中才回来，哇！白马的很多回忆真的是忘不掉哎。Powder Day， 没有，然后又不下雪，就2月不下雪，然后又一直下雨，一直下雨，然后但是到3月的时候却一直下 Powder， 就气候变得很奇怪。但在我们回来前，就等于是上帝的礼物。So dance with me.Stay with me. Stay with me. Lay with me. Lead the way. Set the pace. I'll forget I'm afraid.去的秘鲁，你没有去，对，感觉如何？感觉超棒的、啊，那是一个
很棒的感受。想去的。对，谢谢 Sony， 谢谢 Sony 找我去。没什么大。然后我刚才跟彩彩在山顶遇到的时候，拥抱了一下，然后我们就哭了。不知道为什么，真的超感动的。就，唉，万物生的造物为什么这么神奇？我好希望可乐也可以在，真的超棒的，真的超棒的。灭完之后，我们去那个神乐。哦。又跑一趟日本，然后又去了滑雪，很惊人的那趟。其实是那个啦，我们从秘鲁回来之后，我们做了索尼亚查理的业配，做了两支影片。Sony R30 Mark II 多了翻转萤幕。我跟可乐现在在东京，那我们主要这一趟是来测试这一台所有的新功能。其实还蛮有趣的，这么讲，我觉得这蛮有趣的，因为爱德格现在的订阅人数其实并不高，那在这个频道要接业配其实是有点难的。我之前跟一加一的林碰到的时候，跟他聊才知道，所以业配组是这样看，就是你一支影片上传之后，大概有多少个人观看？那如果他们以买广告的去计算的话，就是一个人观看就是一块。那如果你这支影片十万个人观看，对，那你可以业配的价码就大概十万，或者二十就，对，所以其实我觉得我目前收到的业配的价码真的是天价，尤其易游网那个超级高的，那也是机缘巧合啦，那非常感谢找我们合作的人，因为你们真的蛮喜欢我们的，所以愿意给我们还不错的，因为其实我们的影片。质量是有自我们自己是做影像的，对，所以对影片质量 很要求，所以可能他们也是喜欢影片吧。那我们也蛮幸运的哦。对啊，也蛮幸运的，就还蛮有趣的。嗨，大家好，我是艾德。我们一年旅行大概3到4个月，而且旅行几乎都是自由行。但总会有懒得自己安排行程的时候，就会想跟团。但跟团又要到处比较，觉得麻烦。尤其如果你是上班族的朋友们，你们请了假又怕不成团，那如果你们跟了团，其实又怕买的比别人还贵。现在有了这个旅游神器易游网 APP， 就能解决你的旅游大小事。全台最大跟团平台，你这次出行了上万种跟团行程，多达30万个出发日期，累计超过50万个旅游人口，这么好用的 APP， 为什么我们现在才？再来去北海道，9月的时候，9月的时候是做索尼镜头的业配。而在许多不同的焦段里，如果说我只能留下一颗镜头的话，35会是我的选择。为什么35会是我的选择？然后就一路做一些影片啊，还做的那个 Car Talkie 系列。哦，我喜欢那个。我买了一台露营车之后，就偶尔会在车子里面讲。我觉得我想了很多主题可以做，但实在是没有空啦。可是我喜欢那个主题，在车子里。在车子里面讲话，也就是频道开始有第一次有这个系列是我不剪接，
我就直接对着镜头跟大家聊天这样讲，但我觉得它又是另外一个表现方式，就很单纯的把资讯跟想法传达给你，蛮有意义的。对啊，蛮有意义的，因为有时候剪接说实在它是华丽的，或是某部分它是包装，有时候这种很单纯的跟大家聊想法，就我只是想要聊什么，我就直接跟镜头聊，这个东西某方面它很单纯，但它也是它有趣的地方。你好像一直去冲浪。对，然后一些旧作品分享，然后那个拍的是情色还是艺术？这个很多人看，因为这个主题就是比较吸引人。片头有点耸动，我拍的是情色，不是艺术。你做了好多东西哦。对，还蛮多的，对，嚣张的。对，到最近，然后我们最近刚去北海道又回来，我还蛮希望说，就是你这边可以多加入频道，因为今年一整年几乎所有 content 都是我做，对，而且你知道吗？就是我们频道从刚开始的时候，因为那个 YouTube 会有一个后台嘛，那它后台就会知道观众群是哪里。那一开始大概男生是50，女生是50，那后来是男生60、40。我最近看有几支影片，女生大概是1吧。对啊，那其实都是你的粉丝。没有，我觉得是题材吧，就是女生会希望你分享这个东西。像你之前拍了一集穿搭的，那你以前做 model 那些粉丝都出现了。他们就在开始在下面留言，或者是在粉丝团，有时候你 po 了什么文，他们就会出现。嗯，对，我觉得是，其实蛮多人会想要看这些东西的。其实你有很多想法，你只要讲出来跟大家分享，其实它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件事情。就我觉得这样子，然后我跟大家说，对，那就是新年新希望，新年新希望，希望可以。能够在镜头前面可以自然的表现自己咯，然后可以可能慢慢跟大家分享我的生活啊，我的想法，我希望怎样才可以过得更好。OK。I wanna beam you to my side, oh baby, this is what I want. I wanna beam you to my side, oh baby, come on. I wanna beam you to my side, oh baby, this is what I want. Relax, get prepared, and lift yourself into the right state. 最近是不是丢了很多东西、对啊，因为我们一直在做极简，朝这个方向努力，那希望真的可以完全的舍弃掉物质的欲望，然后这个是我们在学习中的一个课题。应该是说不是完全不买东西，而是我们买的每一样东西都是有意义的。但我们那时候搬家真的丢超多东西，而且很多东西超级不舍的。对，但它就是一个概念。对，它就是要学习，跟他说声断舍离，然后感谢他带给你的。对。这是一个课题啦，就我觉得极简主义我们在学习中，但我的认知是这样子，就你并不是不需要东西，而是你把你需要的东西更精简化，然后你尽可能留下你真的需要的。所以我们后来是发现，因为我现在手上一个东西，这个东西我半年都没有用，这件衣服我半年都没有穿，那你真的就它就是不停的在。不停的在想说你到底是需要还是想要。对，是需要还是想要，这两件事是不太一样的。但我觉得这东西是这样，如果你有一个兴趣，比如说我们是滑雪，那我们会有不同的板子，它是一个你的兴趣。这种东西它并不代表说，我就真的只能拥有一张板，那不一样。如果有人真的很喜欢音乐，他喜欢收集很多唱片，
那你就收集、啊、那你就收集。对，因为有些人对极简主义是我只能有4件 T 恤、7件内裤，然后就是它不是那么死的东西。对，它不是这么死，它是一个很活的。我觉得它就是一个学习的一个过程、啊、嗯，对，对得起自己就好了。对。那就是2019年这年也要过了嘛，那我们总是会做一些反省。嗯，对，这个就每年在年底的时候都会有这种想法，那总是在隔年不一定执行得成，但总是要做这件事啦。我自己在对我未来这一年的期许是，我其实在19年这一年的工作的企图心就比较少一点。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今年吗？可能有些东西有点疲乏。因为我知道很多在 follow 我们的朋友是很喜欢我们的生活态度，那看到我们都去做一些很热情的事情，但我知道很多朋友会觉得哦，这东西很羡慕。但其实我们很多东西也在 struggle， 就是 work life balance 这些东西是要怎么、balance 最重要，这要怎么 balance 在一起？那也就是说，像我是接案导演嘛。我的导演费的收入其实是蛮暴力的，就是它是非常有爆发性的。但是因为我们滑雪，像我们离开了一个学季，离开一个学季之后又去秘鲁，然后又去日本。总之，我如果旅游了4个月，这是我们想要的。我们旅游一季好了，3个月，但是我前后都会有一个 gap， 所以前一个月后面一个月，那这样加起来可能有4到5个月是我没有工作。嗯，那我没有工作状态下，后面剩下的半年7个月，他是否能够？如果我的案子全部集中在这7个月，那当然是没问题。我可能一年拍4-5支片，就已经达到一般，可能可以达到一般人一年的收入，但它是非常不够的，因为没有房贷。那我们还是要存款，那我们还是要存旅费，所以这个balance会变得非常难。那如果我都不去做我想要做的事情，那我就一直待在这里工作，那经济上是不会有问题。那现在就是一个比较新的考验，就是如果还是想要过这样的生活，那在事业上要做什么样的调整？对啊，那这是我自己的课题啦。好难哦。很难啊，很难啊。对啊，所以还有就是理财咯，花钱哦，好难哦。花钱部分要节制一点，如果一样。跟刚才讲一样，想要过自己的生活，你就必须更往未来的生活想。所以我在今年所做的任何决定跟任何事情，其实也要想到说我10年后在做什么。对，它是一个你必须想比较远的一个长期规划，那也是需要学习的。所以我期许我明年可以好好执行理财这件事情。那在工作上就是更认真点咯。那频道就我会保持现在这样的节奏，讲自己想要讲的事情。嗯，对，大概是这样。你嘞？我希望明年可以学会开车。其实可乐有驾照，18岁就有驾照，但他都没有执行这件事情。嗯，好刺激哦。还好啦，你想想看，你从那个。不会滑雪，你记得你刚开始学吗？好像有点像你，就是不是、啊、你就是从不会到会啊。其实它就是很多东西，就是我觉得你就是去做，嗯，去做。对，油门踩1次跟踩10次，你踩了1000次之后，你就很是停车很难。还好啊，那就是要、啊、明年会学会开车。对，还有什么？我希望明年可以有办法完全吃素。哇。应该做得到。嗯，我、哦、跟大家说，大家可能会觉得我们好像，对，其实我们的生活啊，我们都各吃各的，因为我们吃的东西不太一样。嗯、可乐很早就开始执行尽可能少肉的部分，我就是正常了。对，因为有在运动的关系、嗯，所以不太有办法把蛋白质的摄取完全用植物去取代。我还不太懂要怎么用植物摄取足够蛋白质。那希望。明年可以有办法找到这个食谱。哇，全素真的很难，全没有全素在台、就是、连蛋奶都没有。全素在台湾真的蛮难的。对，就是变成3餐都要自己准备吧，但我希望可以做到。然后你如果要吃素，就把它记录起来啊。
对啊，就可以放频道了，这就是一个新的主题可以玩。哦，对，就把它记录起来。对，也许我可以试试看，我可以，我都不吃全素了，我可以吃蛋奶。对，我们来一个月挑战 ，maybe I don't know。就主要是想要更为环境尽一份心哦，就是，你看今年天气这么热，对吧？对，今年都不下雪，就是暖化。我们大家好像都对自己太好了，其实变成人类真的太自私了。我觉得我们不用过得这么奢侈，不用这么多欲望，好像是这样。就是大家都少一点点，一点点，其实啊，世界会更好。就我觉得这东西是这样，因为其实你也知道，很多东西已经发生了，这个暖化这件事情已经发生，那你要怎么去救它？我们去做这件事情，就一定能够弥补吗？我觉得没有一定，但我觉得这个是对你个人的选择，对自己的一个交代，就是说，哦，我能够做多少，那我尽了一点点力，尽多一点点力。那像我每次开始学着，就是不用塑胶袋，就不用再去，就新的一年可以再减少垃圾的制造。对，多一点期许 ，maybe 啦。我们这趟去西山滑雪场啊，我们在滑雪场走的时候，有一个日本的工作人员。对，日本的话，他是一个中年人，他就用日文讲，就用日文牌跟我们讲，他说：“哎，你们是不是去年来的那一对夫妻？你们的影片超好看的，我们都有看。”我就哇，好感动。然后又遇到一群人，他们就说是因为我们的影片，所以他们才来西藏的。然后到我们最后一天的时候，我们坐 lift 上去，然后有一对夫妻在等我们。然后我们就出来，他们就说：“哎，我们在等你，就是你们在的可乐嘛。”就是我们也是因为你们的影片，所以我们才来西藏。我其实没有想到，就是其实这频道订阅人多，但其实已经影响了蛮多朋友，也开始感受到，哎，哇，有人这样其实是很感动。很感动的。对，那我们蛮诚心的，很感谢大家对我们的支持。我们能够把自己的想法跟大家分享，这是一件很开心的事。所以2019年要结束了，然后接下来就是新的一年，在这里祝福大家，如果你没有想要做的事、喜欢做的事，都可以去完成它。那再次非常非常感谢大家。那我们明年见啦，拜拜，新年快乐。Put in my heart, I know you work to tell me, can you get away? I want to give you some love. I want to give you some good loving. Oh, I, oh, I, oh, I. Yeah, I want to give you some good loving. Could it be? I want to give you some love.Oh, I want to give you some good, good loving. Can you hear me? Oh, I, oh, I, oh, I. Yeah, it's like. Hi, 大家好，我是艾德。I want to give you some good, good loving. Yeah, it's like.年快乐，这样相遇蛮有趣的、啊。对呀、啊，上天的安排太幸福了，太棒了。No, I got a man.今天的分享大概是这样，你是 thinker 还是 doer？ 我们下期见，拜拜。